那个隧道，看来是，是吧？是隧道吧？好大的水啊！哎呀，好厉害啊，这个积水！从哪过来不知道？啊、看看、啊、这个积水，那个这么沉，污染的隧道也是在走这样。啊、嗯。那从哪里转过去了？就本来应该咱从这里走是吧？啊啊。你说他不叫咱上好了，怎么走？就是。那哪能呢？那边有泥哟。那边能走吧？那边走不走？来，先等一下，先别别，我看。别走，别走。凶死了，这的！他根本就不能算是竣工，你看看，根本不能算是竣工，因为他这个根本没修好，你下边都没不能通行，你上面通行算不算数？就是刚才那边那个，是吧？看看就那么长，咱这个罚款罚的咱冤，你知道吧？你下边都没，你为了修这个路，你下边没路，你没通，没上面都没通，你就运营，你就罚款，不要脸，是吧？看看就这样，根本就没通上这路。看看，哎，你看到积水？看看，那是好的是，那好的了。看看，啊，这边是没弄好来，你看看，不叫人从上面上。看，连个红绿灯都不能，你说他见过他？下边红绿灯不管，跑上面罚款去。他以什么的名义安全？下边太不安全了。看，下边就这样，太不安全了，连红绿灯都没有。他跑到上面，说为了安全去，到底哪里不安全？你说？
先是上去了，你看下边给他们设置的道，人家这样的电三轮的自行车的，那就走从下边就上主干路，他们就上去了。走上面是路，我们要走的话就得罚款。看，就这样，下边没有我们的路，他就这样的路。来看，给上了混行，多吓人！连个红绿灯都没有，他说上面安全，上面不安全。看就这样了，哎呀，这就这样，连红绿都没有，他到上面查罚款去，下边上了交通管理。到底哪个不安全？你自己看吧。你别说话，我直播的了，找人笑话你说话，知道吧？直播的。所以得做饭，得一天不吃不见面不吃饭。我操！怎么还弄钉子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！我属于新手，咱属于公路上的新手。这什么我弄的这是？听哪的？啊？啊！下雨下雨。听哪的？别稍一动。菜市里买菜去了，不过来了也是。什么？俺上那个菜市里买菜去了，俺爷上来了，走错了，老车，俺说是下雪。这不能收拾吧？你看哪有车？有那样的车吗？没有，宽广。那你没鞋呀？你什么？没鞋。啊。你没看见是吧？俺上宽广。他咱喜欢那个新路才修的。哪有鞋了？没鞋呀。昨晚咱走更快点，俺走了，老师，下来，哪没鞋？你怎么还没看咱新路？下来，先配合。我不是你驾驶员。来，看着我的头看。你新路，俺观光。来，怎么？不能这样路，哪有你那样的电车？没电车，俺想着看看了，行，上来。看了。啊，这刚修的路。你知道吧？上来之后，北京公车进入高速路，罚50元。真相信，张信，没老师。啊？你哪写了？没看清。有禁令标志，看见了吗？没有，哪有没？禁令标志。啊，没看见。你有这个态度办事？哪个态度？不能走，告诉你不能走。你这是新修的路，这是。新修路。啊。观光，老师。走路你不能走，你这个走会儿走你走了。俺没走，俺。你怎么是说这是高速的呢？我老师。这是内环高架啊。啊，我知道。高架路不能坐，不能坐非机动车，知道吧？我知道了，俺这回知道了。这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？非机动车。怎么判定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？那你是这个意思吧？原谅，老师。不是哪个意思？俺不知道这属于这。你说你这个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？俺不知道这种老年车属于什么车？我现在告诉你，这是非机动车，知道吧？那知道了。那电动车呢？电动车、非机动车。什么是机动车？只有这种汽车是机动车，知道吧？小孩子都不骑。摩托车呢？摩托车也不能上，摩托车有禁令标志。这都下雪了，老师不原谅俺也嘛？俺下雪，俺们早都6点多了，快7点了。请问老师，这是个新修的路，俺还看了。新修路，我本身我要批评教育你，咱告诉你，下次你就别再上了。你还有这么多理由？俺是哪理由了？俺就跟你说是，俺叫理由了，哪有什么？俺说什么了？俺就说。俺轮到老师。
你问还有问题，你问就叫。你说你是机动车吗？这老年车是全程录音录像，要不给你回看一下你刚才说的话。啊，可以啊，我这里也弄呀。走了，走了。别，俺回中了呗，老师。俺第一回上来，俺要官方。俺这是给你普，你普及一下，叫老师上回问你没错哟。你想我是普及吗？我要给你看一下你刚才的态度吗？行，你好。你看俺就是了，怎么着？俺自由表达不叫自由表达是吧？俺不能说话，怎么得给你磕头是吧？你刚才什么态度啊？什么态度？你看俺回放，俺什么态度了？快说了，老师，俺中了，俺这是中。哎，非得叫俺给你磕头呢？你这样。我先我让你给你说磕头了吗？不，那你俺是自由表达，怎么了？你自由表达，你不先我说你是机动车吗？俺说这是什么事？俺说是机动车啦。你刚才不是说机动车了吗？俺说是非机动车了。你看看嘛。他说是老年车，俺说老年车是非机动车还是不机动？俺问问啊，俺刚买的车，俺不知道哟。机动车是非机动车。俺这明显有电路的。电动车，那电动四轮车，那属于吧？电动四轮车那也不是属于机动车，它怎么能属于机动？什么叫机动？俺下去了。快走了，少钱？二维码扫码，就看你有没有你的身份的信息，是不是输入你的名字，是不是你这个人本人，知道吧？那我这个二维码是怎么用的？我的名，他没拿。我看你那个安全，山东健康二维码，知道吧？看那个二维码。看你的，看你的，看你的。看我的，俺是用的。看你打疫苗了吗？手机，看你打疫苗了吗？是我的。我要看他的。我有一个就行。他的代表你，你不能代表他，知道吧？他说的这张那个中医院的说写查了体质，在他打疫苗。我现在看你，看看。我来了。看见不？给你背后。我要上来的不是他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看的是二维码健康码，我落了不是那个字儿，好不好？本地的，等一下。最好找我还得退房，俺说都上那。你别吱声呀，他什么二维码？那个二维码你多少叫什么？山东健康。对，我看你的，不是看他的。这个就是。他帮了一个，你五个了，帮了一个。啊？真的没有的。那什么？自我健康码。我知道，帮了一个了。下来了，我那个铲车也下来了，等来的。哎。我可不用，那个我可不用，不想走。啊？啊，走就行了，老师，你原谅俺们。还有你这个态度，恁早走了。俺怎么哪个态度？行啊，这不叫人说话是吧？我现在看你健康码，与你配合了。怎么还不叫人说话了？还没你大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谅解他就完了。谁？我比他大。啊？我这一问，我要咨询一下，问一下。你这叫咨询吗？那该怎么弄？真是，这怎么他？谁找找这么我的？嗯。这个人一个说话啥，他咋么就在酒店里？啊，拍个照片。拍个照片。对，上面有你的身份证号，看到吗？这你的身份证号，啊，需要拍个。你拍我照片干嘛？不，网上不是，我们能查到的，这个人不给身份证对证。对证就是我。是，你看，比如说现在。俺都违章了是吧？不是属于违法了，不是属于违法的了。谁违法了？俺这是刚弄了，这个路还没通行嘞，都还没修好嘞，这个。看你健康码。哎，老师，我跟你说吧，啊，你是电动车，
原来他是把那个绳子给套了。行行，你看。他是砍开，俺想砍开，刚修了修了这个桥，砍开这个。我跟你说啊，外边是没事儿，你怎么走都没事儿，那个里边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吧？啊，行行行。这主要是接了这里边，凡是你敢往下砍，怎么着都是违法的，知道吧？啊啊啊啊！那你说的是？你几年了？83年是吧？他比你还大一点。几月了？啊？几月的？几月的？2月的，干嘛？不是我问你们，你回答就行、是、了。不是、你这个隐私的这种东西，你问我。隐私的东西，我跟你说，你在公安这里没有隐私，知道吧？啊？不会泄露你的隐私的，要这样。你是看了都从那里，那不是操不了了，那还是说是吗？哎呦，老天爷，走路还得问你看你想想过什么？没事，那够小心了，走路。看什么？你咋的？我也去。这地方。错不了，这还能是那车最快能干了。注意安全，注意，俺以后再也不上来吧。哎，基本上来了，我上那个菜市买菜去了。那你这是什么环境？看你的信息，两个工作日上黄石车管所接受处罚，知道不？什么？两个工作日去黄石车管所接受处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犯法了。俺没犯法。你上高架桥是不可以的。你这是初次。哎，初次你应该跟人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，非机动车是不可以进入高架。但是你第一次是说是警告，谁跟你说第一次警告？对啊，人家不知道的，那你就是。上面有哪有禁令标志？啊，上面有禁令标志。那标志什么标志？禁令标志。哪个标志？你给我看一下，哪个标志？老师，没让你上来。两年嘛，行吧，俺走了嘛。你看看去。啊？来，我看看去。你不用动。你不用动，直接上警察，我拉着你看看去。哎呦，姑娘，你看那拉着俺了，俺这么厉害，怎么俺初次没有？初次是警告。谁？你是你懂得道路交通安全法呢，还是我懂得道路交通安全法呢？你怎么知道有初次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你看着我查的我有这个那个违章记录吗？我不需要查你有没有违章记录。对呀。你现在就在违法。什么违法？不到两年的嘛，老师，两年。你别说话了，大家。啊。知道不？他是驾驶员，他是当事人。知道不？那我没资质上来的，我叫上来的，我上来卖菜去了，你知道不？我看还不行是吧？没事，早晚得管我，俺高兴，修了这么好的个路。真的，咱今年从家有围墙，你打算处罚多少钱？不脏的路，没这么多钱，不能。你可以再说一遍，没这么多钱，你没有这么多钱啊？那配合了，你不配合吧？配合，怎么这来了？天爷，你看你说的话，你50块钱都没有，没带。我没说现在需要让你交。啊，多交吧。两个工作日去黄石车管所，就是黄石车管所交。行，哪个是黄车？你办是那个车造那个地方吧？是那的吧？黄石车管所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哪是黄石？知道吧？黄石，你忘了黄石了的？同大驾校知道吧？同大驾校。不知道，你说哪片的吧？你说的是那个什么吧？是光河路吧？啊，不是，光河大桥吧？是。光河大桥是吧？一直往路走，一直往路走，然后。陈兴药业知道吧？啊？陈兴药业。陈兴药业。这么远，上这么远？啊，在那边，还得再往南五里点就在那。快点，走。那你怎么看见了我这么远？我怎么看见你啊？这路上都有监控。大哥，你断哪块子？老师，你什么叫？你花340亿修了条高架路，你以为咱没有监控吗？哦，是啊，要不俺为了高兴，咱这现在的国家形势真好，从前是城墙，老城墙，城墙，现在能为这个今年是能了这个，俺先观望的。对吧？那开车过来，什么那都没事。啊，那下边你没开车过来，行。俺没事，俺这就不简单。俺刚修的那个路，上来看看了，你看看。那属于是一发半事，知道吧？哦，行，你叫俺过去就完了。我要告诉你，上黄石车管所的几号手机号？啊？办公室的电话。我跟他说来，我跟你。哎，说我的就行。2939252。啊？你说我的不行。我说我们的办公室的电话你找不到了，打2939252。哦，我记不清了，哎，你那吧。哎呀，也就是，哎呀，这个里头，咱都是老市的人，哪能不给点面子？好，一看这个态度，我觉得你态度要好，人都态度要好，都下去了，也没有这个事。哎，一个人是一个人说话就不一样，我跟你说。
你能理解？我现在可以把你放盘拖进去行吗？不是。一个人一个人说话吧，他吓人。说话不，说话不配合，你一直在不在配合？谁不配合？问我也不像是吧？不问是吧？你连五十块钱都没有，你现在都那软照才没五十块钱啊？告诉我五十块钱没有？没有，欠一屁股债。没欠。293有多少？他是欠一屁股债吧？啊。他确实欠一屁股。下来吧。他谁？正好带我车路了。怎么？上车管处去处理忘留你的车。什么？你这是怎么是这么严重啊？行，老师。你考好一点，就是不会成现在这种情况，知道吧？那你得磕头是吧？他要态度好。一个人一个说话嘛。我跟你说，啊，但是你现在那个不配合那个状态，知道吧？怎么不配合？你不要那个你要有一种消极这种状态。一个人一个说法吧，他就让你激动的，行吗，老师？你原谅俺，叫俺走吧，行吗？什么极端呀？你看你说话还得把人格得批评一下。行了，麦老师。够了吧？二九三九二五二。对对对。啊。啊对对对啊！2939252。一个座机电话。2939252。对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找不到地方打这个电话。啊。两公日之内去处理。就星期一到星期二。对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。啊？星期一到星期二这两天都可以。哦，行，是吧？哦，交五十块钱就是。对。我刚开始你。俺是厨师啊，这是。行。我说了厨师，有那个厨师，我早已经把你放走了。没有那个一条，没有你说的那条，不是你说解读的法律，它有那么规定的，知道吧？行，我掏这个嘛，哎，别咱走吧，咱走吧，快。好了，情绪不要激动。星期一、星期二去啊。听见了吗，厨师？他也是今年师专毕业的学生，大学生。我不管他哪里毕业，学生都是中华民族。那怎么出去？怎么出去？怎么下去？沿这个墙根。前面沿着个桥，别拐弯，一直往，不要往里走了。哎呀，这对交通法很。那恁这个通行了吗？恁这个道路？通行了。是不是通行的？从去年十二月底。没有咱这个车。没有，他还没去完全通行。哪里没完全通行？这个高架桥还没修完呢，还半截没弄完了。这不现在一样走的车吗？这不通行的了？没正式通行啊。没正式通行，什么叫正式通行？没正式通行。拿公告。啊！拿工作，那我朝后边给你拿工作，那仅仅是政府人民政府的工作。行了，俺跟俺哥就是俺娘俩走不巧，你看你坐的那是慢老天爷，俺越费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很多、啊、你们这样的非机动车上来，啊，都是意识到错了。啊然后再给我好好走下去。俺们磕头都不愿意，俺们磕头都不愿意。俺是看看上面，就能看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可以开个车或者打个的，上来可以看。跟你说，俺今是个没通行，所以俺上来看看这个意思。没通行怎么走了这么多车？啊，现在白落了。四行呢？俺上来了。什么叫四行？有个四行。来，四行走了还。那边都根本还没修好了。看看，仅是人民政府第六号给我通告。那走不严，你跟你说嘛。几号开的？你今年有多大了？你不要问我多大了。啊、哦，当然。啊、哦，你别干落了，你把俺走一面。看明白了吗？星期一、星期二。那你怎么就给俺哥发钱？怎么给你发钱？每个人都发钱。人家都是虚心接受错误了，人家立马就是。俺跟你说了，俺以为这个道还没修完，上来看俺呢。我告诉你了，一星期一、星期二去处理。行，我处理，我去。不要让公安机关通知你，以免影响你的征信，给你挂通缉，知道吧？挂通缉？你去处理了就没有那事了。你星期一、星期二不去处理，就有更强的后果，知道吧？我服从管理，错了就认错。什么管理？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就是叫管理，知道吧？俺跟你说情况了，原来这个桥根本都没还那边还修着呢。都是车的，一种是这是私运营啊。私运营它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路了吗？私运就可以在交通法之外了吗？私运行，它就是没开始，没正式开始哟。哪没正式开始？哪个车不都在走？走了。那你怎么没有是站岗的从那的？必须得有站岗的吧？对呀、啊，站岗的才告知呀。那监控是什么？高科技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你上来我立马就知道你上来了？全程你没告知，你没告知，你没告知，你接着就罚钱。我给你通告就已经是告知你了。你是
人民总部告知了，你要不要看？你看不见，那是你的问题，知道吧？你应当知道，作为一个公民，你应当知道。出事根本就不知道，出事没有那一条。走你想发现就完了。你上来的，你怎么从哪里上来的？怎么？俺跟你说了，俺说的情况，俺跟你说的情况了。不是罚钱，啊，罚你任何一分钱，他不进我的腰包，懂吗？我家的腰包。对了，啊，但是你说的对，啊，罚你再多钱，他不会进我的腰包。再说了，到时候。怎么罚你？是给你一个微信，自己扫二维码，扫了这个微信自己交上去，给我一分钱关系。那你刚才只是让说健康码，是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要我问你是不是不罚钱？你说是不是？是。你刚才说不是？我没有说不是。你说了刚才。你也录着的，我也录着的，咱可以看回去。他刚才说了。我问你的话，可以上人民政府去复议。走啊！懂吗？复议了，行了，我交卷行吗？你一星期二去交卷。啊，我交卷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！我走了之后，跟着车后面走。俺跟着你走嘛呀？啊！俺跟着你的嘛呀？我说你别超车了，超车容易出现事故。没出超车。俺下去，俺从这里下去就走了，上市里了，哪去了？他就想要钱呢。哎，对对。俺这个经济问题嘛，你一个人咋回事嘛？不交给他钱，罚就罚。他事先怎么不说？他根本就没有管的。哦，人家上了，然后再罚款。这属于钓鱼执法啊，钓鱼执法。想要骑这些钱了，他根本就没在修建中，他就说运行了。